哎呀，今天这道菜的名字叫鲫鱼豆腐汤。这个鲫鱼豆腐汤啊，把鱼洗完了以后，在油锅里面晾晾，煸煸煸煸的金黄金黄的，啪，热水下去，大火炖，小火炖，豆腐切小块，啪下去，炖这个汤啊是奶白奶白的，鲜的嘞哈。这道菜最大的功效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什么？发奶。你说什么呢？发什么？发那个，刚刚旁边街道发牛奶。啊，对，发牛奶。<笑>对，那个，我来发吧，不是，我来做吧，阿姨叔叔，你们休息吧。你行啊。我可以没问题，你等着吃就行了。啊，你这个学会了，听懂了。好好好，一定要煎透啊，好，两面要金黄色。好好好，哎，好，而且要用开水。好好好，好，那你好啊。坐坐坐，啊啊，你慢慢弄啊。好嘞。哎呀，你穿这个倒是挺可爱的啊。嗯。行不行啊？做这个菜，鲫鱼豆腐汤，这有什么的？第一步应该烧水，烧水肯定没有错。多到底。今天怎么想着要做这道菜的？这道菜，不得了！这道菜以后你就知道了啊。 以后就知道了，知道什么？这道菜可以发牛奶。哎呀，小孩子吃不了这么多。没事儿。 他吃不了你吃呗，你还嫌我不够胖啊？<笑>哎，麦大律师，你刚在法庭上可真是帅炸了，那罗明礼直接一点唾沫星子都还没起来，直接被你给拍死在沙滩上。<笑>等一下，喂。 怎么了？宋怀民还要上诉。他上啊，帮他上啊，反正我们一审都赢了，二审还怕他呀？可是丁丁就要晚一段时间才能结婚了。没事，老实动动。 哎呀，现在这样真是舒服啊！哎呀，我们终于能吃到孩子们烧的饭了。所以吧，哎，早就该这样了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放手，放手。哎，你想吃什么，跟他们讲，不用客气的啊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呀，真的要是小嫂再带个女朋友来，就是齐了，我踏实了。那你给他打电话呀。 现在打啊，是啊，那不，你万一他忙着呢，不打扰他呢。哎呀，小枣是最不怕打搅的，你不信啊？你打他两回电话，说不定他就回来了。打，来来来，打。我妈。 喂，妈。小枣啊，妈妈跟你说个好消息啊！你姐姐谈恋爱了。啊，真的？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。你猜是谁呀？姚志明哎。看来妈妈挺满意的。当然了，挺满意，你爸爸也挺满意的。小枣。
你这个周末要不要回家来？我们一家人聚聚啊。妈，我周末可能回不去。我这边还有点工作。哦，那行，那你忙吧，你忙吧。哦，工作再忙，身体要当心点哦，营养要什么的都要保证的啊。嗯，知道了。哎，好，哎，等我等会儿。你女朋友的事情你自己要上心的啊，你答应过妈妈的。 啊，知道了，妈。哎，哎，好像你边上有人吗？你和谁在一起啊？啊，同事。嗯，妈，我这边还有点事儿，我先不跟你说了。你忙吧，你忙吧啊，我挂电话了啊。在忙。 哦。哎呀，谢谢姚老先生啊。 周秘书啊，嗯，这张总到底要干什么呀？那卖家小姑娘对我不错的，还帮着撮合我和我儿子的关系，我要是恩将仇报，那就太不是人了。嗨，已经和您说了，没什么事儿，真的，就是我侄女特别想见她那个偶像，真没事儿。 这个是上次你们给我的钱，我没全带出来，我下次还给你。花了不少吧？我会还给你们的。姚老先生，这个钱呢，您已经收了，而且已经过了一个多星期了。如果您真想还，本金加利息20%您还给我，你这不是放高利贷吗？哎，姚老先生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 凭什么做那么多坏事，却想着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吗？如果您真的是想要改变，想要靠近他，那就让他看到您的诚意。那就吃顿饭呗，又不会少块肉。叔叔，他去。跟孩子们相处就得互相尊重。你想要天伦之乐，是这样的。 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我们这边线路有点短路，马上就好。怎么回事啊？这么大饭店说没电就没电了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们这边线路有点短路，我这边已经在修了，马上就好。开着会呢，抓紧时间，多耽误事啊！这是。好的，不好意思啊，先生。就刚刚断的电，空调、电器、网络全都断了。怎么突然就这样了？
查到故障了吗？啊，我已经让维修部去排查了。我们这个酒店的线路啊又多又复杂，近期外围又在市政维修，一下子全停了，你根本就不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啊。现在排查和维修都是需要时间的。那该怎么办啊？酒店的住客还能安抚，但是代表团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哎呀，白子玉，你现在接到代表团的人了吗？接到了，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现在客房电力系统出现了故障。 我需要你帮我拖延一下时间。嗯，好的好的，我可以让司机绕行一下外滩，但最多也就能再拖延15分钟左右，也就是还有半个小时，我们就会到达新安里。辛苦你了，尽力吧。万一代表团来的时候还没有修好，咱们酒店的口碑可就砸了。再说，那个维修不能弄快点？我已经在加急了。 老姚，是有人破坏。姚叔叔，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去找找看有没有个带蓝色挂绳工作证的人，也许能帮你们早点找到这个故障的地方。姚叔叔，您说什么呢？慢点再跟你们解释，你们先去找吧。啊，好。全叔，你现在马上去找安保部的人，让他们找到事故的源头，还有。 找到这个人，好的，走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姚叔叔，您进来一下。我需要您跟我解释一下，蓝色工作证是怎么回事？是张培生，他说他可以帮我拿回新安里，我一糊涂就答应了。 但我后来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他就开始威胁我，我一害怕我就答应给他拿工作证，但是我长了个心眼，我给他把工作证的那个绳给换成蓝色的了，我怕万一以后有什么事情的话，你们可以找到人证。哦，还有，我把他秘书威胁我的话我都给录了音了。陈欢，对不起啊，叔叔也没想到给你惹这么大麻烦。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了，我们想办法解决问题吧。陈欢，陈欢，找到了，线路的确是有人从内部给破坏了。我已经组织工人在抢修了，由于破坏的面积比较大，所以修复大概需要1个小时时间。人还没有找到，但是我们已经保留监控报警了。我听子玉说，代表团大概还有15分钟到。15分钟，一个小时。 那也就是说，我们需要拖延45分钟。不行啊，代表团人员的信息啊，他们一早就提交了，我们房卡都做好了呀，我们前台是没有理由拖那么长时间的。陈怀，怎么办？志明要知道肯定骂死我。姚叔叔，我们一起再给客人做一个雪茄红酒品鉴会怎么样？跟他们讲一讲我们上海的历史。 还有新安里的故事，跟上次一样。我行吗？你还能相信我？姚叔叔，您把我当成您的家人吗？或者说，您把新安里当成自己的家吗？当然，当然。太好了，我也一样。那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家介绍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好，那。 那我先去准备啊。崔叔，一会儿代表团来了以后，把他们接到花园，我跟姚叔叔接待，还有电力修复好以后，立即通知我。好的，我去安排。辛苦。不错，大家这边请。来了。哎，小心脚下台阶啊。空气也很好。对，环境不错。大家可以随便参观一下。嗯。大家这边请。 这是我们麦总，你好，大家好，你好，我是新安里的总经理麦承欢，欢迎大家入住新安里酒店。在入住之前呢，我们给大家举办了一个特别的欢迎仪式。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特殊的来宾，姚仁富老先生，他是我们新安里的老业主，也是我的家人。
今天大家红酒伴着雪茄，听听他为大家讲述我们新安里还有这些老建筑的历史。杨叔叔，来，各位，这儿请来。这边请，这边请。来来来，大家可以入座啊，提前入座。大家好，我叫查尔斯，你们可以叫我查尔斯里奥。我是一个标准的上海老客栈，我是25年以前出国去的瑞士。要说我在国外这么多年最惦记的是什么？是家，是我的新安里。当年的新安里那是远近闻名的老字号啊。你们看后面这些老房子，这个老房子它的年龄比我还大。我们言归正传啊，我们谈谈这个今天真是雪茄和红酒。这雪茄是啊，回到自己的家了吗？肯定是最舒服自然的。所谓燃灰白如雪，烟草卷如胶。城外，电脑恢复了，太好了。好了，各位，我在这里长大，我儿子也在这里长大。你们看到那棵树了吗？这是当年我儿子种的，上面还刻了他每年的身高。在国外20多年，没有一天不眷恋我的家乡。所以希望在座的各位以后经常来走走，来看看，来体验一下。祝大家在这里度过美好的每一天。回到房间的时候可以品尝一下。啊，麦总，你们的活动办的是真不错，我们都特别期待接下来的行程。谢谢谢谢。那我让他们带你们进去办理入住。好，多多。大家这边请啊，这边来，这边请，各位这边，各位这边请，带大家去办理入住。麦总，我今天表现的还可以吧？非常棒。如果今天没有你的话，肯定不能这么顺利。谢谢你，姚叔。我先进去安排客人，一会儿来找你。嗯。杨元富，杨元富，哎，志明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是不是觉得害我害的还不够惨，你还要害上麦晨欢？不是，为什么私下要跟张培生联系啊？你听我解释。我不想听你解释。你永远都不会改变，你永远都是这样。为什么？我之前还对你抱有一点点期望，我现在觉得你真的不配。你这一辈子都做不出什么好事来。不是这样的，儿子。你不要叫我儿子。你知道我这辈子最大的不幸是什么吗？就是成为你儿子。志明，志明，别再说他了。如果今天没有他的话，这个活动也不会这么顺利。我们先解决正事儿，去找张培生。杨仁富，回头我再找你。
裴珍阿姨，张总，好久不见。找我有事吗？你不是在接待什么旅游节的重要客户，不忙吗？忙啊，忙着救火呢。你们的酒店才刚起步，你也没什么经验，出点事故难免的。要不考虑跟我们悦达合作吧？张总，新安里食物中毒的事件是您派人指使的，对吗？你说什么呀？佩珍阿姨，我很感激您，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把我介绍到了波提切利。在这七年当中，我学会了如何真诚地对待客户，把酒店当成家一样在营造。后来奶奶又教给我，要真诚对待每一位合作的伙伴。我把这种理念带到了新安里，我很幸运，我收获了一群可爱的小伙伴们，他们也把新安里当成了自己的家，在我最危难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。之前您几次对新安里的恶意诋毁还有竞争我都没有追究，但是这一次您利用我的家人，在我最重要的接待活动上搞事情，已经突破了我的底线，所以这一次我不能再原谅您了。你们接待活动出了问题，你跑到我这儿有什么用啊？您怎么知道我的活动出现问题了呢？代表团不但顺利入住了，而且还跟我们进行了一场愉快的老街故事分享会。您知道主讲人是谁吗？姚仁富，姚叔叔。周南，您进来一下。他来不了了。张佩生女士，我们怀疑你教唆破坏他人财物，你助理邹南涉嫌勒索他们，我们已经请他去配合调查，现在请你也跟我们一起回去配合调查。你们有什么证据吗？我爸给你的工作证实际上跟新安里的不一样，警察同事已经找到了那个破坏电路的人，他已经全部交代了。还有邹南威胁我爸的时候，我爸也录了音。虽然我爸不怎么样，但他不傻。张女士，请跟我们走吧。我可以配合你们调查，你们稍等一下，我把手头的东西准备好，不然就大乱了。不用安排了，你的工作我已经全部接手了。张副总，请吧。志明，你今天跟你爸说的那些话有点过分了。今天如果没有姚叔叔，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呢。什么意思？今天是你爸帮我们找到那个破坏的人，也是他帮我们拖延了时间，你误会他了，他也是被张佩生利用了。知道你小的时候受到了很多伤害，这些伤害也不是说原谅就能原谅的。他的确不是一个好的父亲，但是这么多年了，他也为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，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。这次回来，我可以看得出他是有努力想要改变的。他想把你曾经缺失的那些爱都补偿给你，也想找回曾经的家。志明，要不要再给他一次机会？
杨叔叔。杨父。人去哪了？这些东西应该都是他给你买的。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别急。你永远都不会改变，你永远都是这样。我之前还对你抱有一点点期望，我现在觉得你真的不配，你这一辈子都做不出什么好事来。别担心，没准是出去遛弯了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他肯定是害怕我找他，所以才不敢接电话。要不然我给他打一个吧。杨叔叔，杨叔叔，你在哪儿啊？我，杨叔叔，您不用害怕。事情已经解决了，勒索你的人已经被抓到了。可是志明他说一会儿回来还要找我算账。我说的话你也信啊？志明，没事了，回来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没事了，回来吧。好，我这就回来啊。你在哪儿？我去接你吧。不用不用，我马上就可以到的。好。我打算也会当面跟他道个歉。嗯。我叫的车，稍等啊，我这个马上。是姚仁富的家属吗？不不不，警察同志，我不是。正在抢救。好，谢谢。上上。同志，我现在是什么情况？还不清楚，等医生吧。哦，那他进去抢救多长时间了？差不多一个小时了。谢谢。别紧张，没事了。别紧张。怎么样？伤者伤势很重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还是没能抢救过来。肇事司机已经被控制了，有需要的话我们会请你配合调查。这是死者的遗物，你签了字可以带走。
志明啊，志明啊。稍等一下，还有一些手续要办。儿子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两瓶好酒。是爸爸从牙缝里抠出来的最后家当了啊！我们父子俩今天晚上得好好喝一喝。这碗在南外的，你这个一看就是假的。服务员，你好，有什么需要？保存的酒拿来。好的。不是一个好的父亲，但是这么多年了，他也为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，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。这次回来，我可以看得出，他是有努力想要改变的。所以我现在回来，就是真心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万一你能原谅我呢？志明，你还好吗？志明，医院的事情都解决好了，如果你需要就喊我，我在门外一直陪着你。Thank you.
喂，您好，是姚仁富姚先生吗？啊，我们是理财公司的，我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理财项目，您想了解一下吗？喂，喂，姚先生，你在听吗？姚先生，他死了。是谁啊？叫什么？快进来！是嬛嬛吧？嬛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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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坐这儿啊？睡着了？你在这儿待了一个晚上啊？啊？嗯。哎呦！来来，先起来，先起来。快起来！哎呀，志明呢？啊？志明。志明呢？在里面。他怎么样啊？他想一个人待一会儿，所以我们没进去打扰他。哦，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怎么好一个人待一会儿呢？还那么长时间，没出来，没吃没喝。没有。哎呀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他心里肯定很难过的，毕竟是亲生父子嘛。他万一一下子想不开，有什么问题呢？不得，得把他叫出来。敲敲门。等会儿。明明，明明开门，我是阿姨，你开开门。没声音啊，会不出声啊。明明，明明，明明，我是阿姨，你开开门，你在吗？明明，出门。妈，我要房卡，快。哦，对，房卡。这边。哦。明明啊，你还好吧？阿姨给你倒点水喝啊。明明啊，阿姨给你去弄点吃的，好吧？明明啊，阿姨知道你心里难过。可是我们活着的人还得好好活着过日子呀，啊，该吃吃该喝喝的，你这个样子不吃不喝的，老是这个样子，我们担心你的。我想自己待一会儿。一个人一个人，那怎么行呢？那一个人带着多危险，万一饿死了呢？快赶一会儿去，好好吃东西过日子。听话，明明，你阿姨，志明啊，你看你现在不吃不喝的，身体会垮的呀。你还年轻。好多事儿还等着你去干呢。那要不这样，你不吃不喝，我们一家也不吃不喝，陪着你，好吧？我们也不打扰你，阿玉啊。嗯。我们一会儿在门口等着。嗯。他不吃，我们也不吃；他不喝，我们也不喝。嗯。走。
我是第一次做妈妈，尽管岁月已吹白我的头发，没有按时吃饭，忙碌不是我的错，如果让你知道却会令我很愧疚，你的嘘寒温暖我知道是为我好的，但又让我觉得我不曾被信任着。不担心的人啊一定不做妈妈，我知道全知道，可是我心疼啊，请放心让我前往属于我的人生吧，你那么勇敢善良，我很想你就不怕，有一天你也会成为一个妈妈，那一天我们会深深的拥抱吗，像溪水环游世界，拥抱回它出生的河流。我希望你被爱着，我希望你要快乐，我希望我的双手可以为你挡着风。我知道爱会争吵，我知道人会变老，所以那一句爱你一定要大声地说。穿过妈妈的目光，离家的小巷，穿过拥挤的车厢，回忆的滚烫，穿过温柔的时光，有你的地方我就有路回家。请相信自己。